南加州第十二届高尔夫球职业及业余选手混合邀请赛最近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展开，活动不只吸引到29位女子高球好手参加，人数创新高，而且选手包含了中国、香港、美国跟韩国一起同场竞技。拥有72个标准杆和18个球洞的大庄家 Journey 高尔夫球场，占地7219码，球场呈现多元地势、峡谷、沟渠及开放性的球道，其中又以一个175尺深的球座最为出名，也为这次比赛增加挑战性及趣味性。The course is very challeng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very enjoyable and playable. For those golfers who step foot on a course and play at Journey, it will be unforgettable, long-lasting memories. Pechanga has been sponsoring this event for 6 years now. My most exciting thing for today is actually playing with the LPGA Pro. It's always fun to watch them, how good they are. They're amazing golfers. 而其中最亮眼的还有29位 LPGA 专业高尔夫球选手所组成的精英团队，一大早就齐聚在球场，以18洞多人团队形式参与锦标赛。一旁还有球座赞助者，可近距離與高爾夫球女將一起競賽。打 tour 嘅比賽有啲唔一樣啦，係多數係一啲好玩嘅元素。咁我亦都希望今日可以好好去享受。很高興能回來，這是我第三次打 Core Pro Am， 每一年都很期待回來支持代表亞洲在美國的傳媒集團。我觉得 casino 非常的漂亮，跟非常的大，然后还有新，在美国这边应该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casino。不止比赛相当有看头，大庄家赌场度假村最近更斥资3亿美元完成扩建工程，现在可提供近1100个房间、豪华酒店客房及套房，为选手们提供最舒适的比赛环境。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